是左翼下去之后，左翼下去之后，感觉你那一天应该很暖和。冷环境，这就不冷了。哎呦，这个都挺重的。然后左翼下去之后，起的是这个光，这有这个特别重吗？特别重。真的走平地，听说这个价格也很20万的，叮叮叮掉一根碎碎我就别走，扣着，我扣吧，20万摸一下，算了，不要显得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朋友们真的是要适应一下，走平地都走不稳的。我上楼梯的时候我头都是晕的，我感觉到就是之前看剧里面他们顶为什么要顶碗走路，我现在就是那种感觉，因为你头不能动，你头动了就是因为它很沉，帽子会掉，对，会掉，所以你头必须要稳着走路，要像我平时吊儿郎当走像跳着走的这种，现在真的一整个被禁锢住了。感受一下，这个罐20万啊！20万！